联合总统今天下午4点钟在总统府会客时，以团会招待中央院长的院士。今天参加这项团会的院士一共有25位，他们分别是数理组、生物组和人文组的院士，包括钱思亮院长以及王世杰博士等。联合总统跟他们分别晤谈，气氛非常欢聚。今天在场作陪的还有总统府秘书长郑燕芬以及教育部长蒋燕士等。